我觉得拿捏一个角色，其实我这声音很容易笑场，不好意思。还是你在逗我玩呢？因为我前两天去配音，配音了，然后把嗓子喊哑了。真的是，大家注意身体。一次生日，帕克特说，我还是说中文吧，我还是说中文吧。爸，我希望2年以后，别人能说我是你爸。我是你爸。哎，不是，我是你爸，是你是陈飞宇他爸。对。